嚟再做夫妻咯。未做過夫妻的戲劇入邊啊，反而是戲劇就真係 Amy 都闊別了呢個電視都好耐，好長時間啊。係啊，九年。係啊，咁變咗佢一直嗰、那個大家見到佢嗰個火係未滅到咯，冇錯，依然都係親身上陣啦、啊。無論再因為佢咁著緊咁著力，變咗佢訓練嗰陣都傷咗，就係因為咁大咯。真痛啊！點解自己攞嚟啊？監製租想同佢合作好耐㗎啦。咁第一套拍翻出嚟拍咧，係想做咩角色？咁我就話啊，我想要一個好型、完全唔似自己陳欣媚嘅角色，我想要好 surprise 嘅。咁我要型同埋我想打咯。咁佢就型同打。咁佢就設佢同武哥就設計咗呢個角色俾我啦，角色定做係啦，冇錯，真係幾辛苦下咯，原來拍下拍下。Amy 咧想要一個。不是 Amy 的角色出給大家看，不是 Amy 一般的很女性化的那樣東西。對收視有沒有信心啊？我對Joe和武哥很有信心。說我們挺喜歡這部戲的，他那個他整個戲劇構思的世界呢，他好像電影一樣，為什麼呢？他是兩個屋企呢，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景來的，整個景是變了呢，如果在電影的話出來，我相信很好看咯，加上又給我們一個叫美術指導我們啊，那令到整個戲劇呢是會又加添了多些藝術化咯。這套會不會破例給小朋友看？都有啲血噶嘛，係啊，咁變咗有可能有啲場口就會啦，同埋有啲親密嘅鏡頭有可能又會被，因為我唔知點同佢解釋。油膠唔知去咗邊咧，你哋收唔收到風啊？你哋有時知得快過我，拍檔好疏噶啫。係被逼食我一啖啊嘛，被逼好緊要嘅，佢又被逼食我一啖啦。你正咗生日有冇慶祝啊？正咗生日同媽咪食飯。我朋友慶祝送禮物俾你啊？有阿 J 得。最追得，你冇？你咁 friend 嘅舞動啊，同慶祝咩？皮脂班人？我哋有出嚟食飯噶，食咗啦係嘛？食咗啦。即係有陳瑩，有 J 得，有朋友豬仔有，有 fans 送咗禮物俾我咯都。陳瑩咧？陳瑩冇，多謝。多謝關心，陳瑩冇。同你，我同佢好好朋友。拖拉你哋。點解會有拍過拖呢個情況出現㗎？